头条和西瓜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郑州的中原古玩城，然后我们今天主要的目的是来淘淘旧货哈，然后我们看看这边的这些旧货店里边有什么好玩的东西，然后呢，回头呢给大家做一个分享。这都是一些书，旧书。哇塞，这还是个琼瑶的，琼瑶的窗外，满满的回忆啊！这边呢它有这种旧货店啊，我也比较喜欢这种旧货类的东西，反正什么都有，杂货铺。其实有的时候在这种地方还是可以淘到东西的，大家不妨去你们当地的一些旧货市场去转一转看一看。依然是这边很多商家都没有开门啊，你看这门口挤的多少东西。我们去前面这家看看，这也是一个旧货的店。嗯，收了不少东西啊，现在我看你那个挺准，那个要挺准，惨不惨这？不惨。这都是80年代的东西哈。对，太次了。这都是一些旧书哈，你这东西真不少啊，这东西。来到这里，我仿佛感觉自己就像个旧货猎人一样，一直在寻摸着，不停地看，寻找着自己的猎物。这是啥？这是邮票吗？
这是今天在这个市场上淘的一个大东西哈，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西方的一个雕塑。女神像。哎，这个挺大的，这个等一下我量一下有多高哈。依然拿出我尘封多年的一个尺子，小卷尺。这个呢高度呢大概有个七十公分哈，70公分。然后呢我给它放到那个这个案子上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是放到这个展柜上看的，非常的漂亮。你看它这个人物的脸部刻画的非常的到位。这个呢就是一个旧货哈，年份呢应该是个小年份的东西，但是它比较写实，所以说呢就把它给买回来了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喜欢我更多视频呢可以在下方点击关注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